祝福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差不多在1970年时阵，台湾的经济当地起飞。工商业开始发展，真侪庄家囡仔拢真想要来北部打拼，求一个翻身的机会。阮今仔日的主角黄瑞义，自细汉厝内经济都无啥好，高中毕业就对彰化来到台北接头路，即马是小车厂的头家，有一间家己的店面，开店创业30几年来，逐工拢真无闲。也吃过很多苦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是要怎么面对呢？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好，来啊，来，大家来。好分帮更换，就各个轮胎会有各有一个分帮，前面的叫做前分帮，后面就是后分帮。啊，当我们在踩的刹车的那个部分是总，它的刹车总泵，由总泵那个送压力来到各分帮，产生刹车动作。他这部车是因为去验车，然后刹车力后分泵力道不足嘛，所以说后来检查的结果就是说他是分泵咬死了，就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夹住的动作，所以说变成就要更换后分泵。油水胎压到什么？好，我再来看看。所谓的山有山水，一定要大概。让他如果有异常流失的话，都要顺便跟他交。很多开车的人都会开车，但是要检查这个对他来讲都不是很能够很深入的。所以说他与其这样子，既然他开了，我们就把他做检查，这样他让他不用有这一层的烦恼。我要继续说。尤其像刹车这个比较有具有生命危险性的东西，都一定要再检查，因为车子不走没有关系，这是不能没有刹车，没有刹车真的是很危险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来照顾哦，谢谢。会修改销吼，一般拢是对我们的信任。还有他给你维修完了的口碑，然后他才会愿意跟你做推荐嘛。我就是跟他讲，实实在在该做，我就尽量该做较好些，哦，该注意的我会尽量去做注意，然后让你尽量，阮讲回头车啦吼，尽量让回头车会当搁较少。平常我没有把他顾好，他会骂我，对不对？今天不能骂人，今天有菜，我就好了。没有，他有一次，快20000，18000多才来保养，一般5000公里都要保养，他是18000多。我说我开了10年的这部车，然后你开了。好像才半年是不是，半年就开了我所持有的10年的时间，所以他念完苦读他的车，没有，他每天都要从基隆来到那个那里算什么中山区的那个老人照顾中心，对。
比较起来的话，师兄是比较注重安全，他就是会觉得说该换的就要换，该做的就要做出。那我之前的那个保养厂跟我也很熟，已经十几年的保养厂，那个是觉得我很省，所以他能省则省，就是觉得啊可以用就好了，然后不会强迫我一定要换，就是两个人的差异性。对对，结果我那部车就在半路挂掉了，所以我就很生气。我是觉得你要帮我省钱是好事啊，但我很感谢嘛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但是问题是也要注意到那个安全的部分啊。结果是在高速公路上挂掉。哇，感恩。这个我们师傅的祝福语。哦，我要，谢谢。两张够吗？啊，够。再多拿几张，跟人家结缘。这句话很不错，这句啊，大家都比较色心。感恩。修福利民，长日夜，实惠豪忙有乾坤。我们现在都没有再买春联了，都是用这个师傅的祝福语。因为现在的科技哦，车子的进步哦，是有时候我们想都想不到，速度哦快到让我们都用跑的用都追不上。啊，原厂它的来客数够啊，它可以这样换啊，但是我们小厂根本就跟不上，我们就变成只能修老一点的车了。只要有一个客人报废了，他有可能去买更高阶的车子，那高阶的车子在保证期间里面他也不可能给你修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软硬体也没有办法配合得上，所以说慢慢这个客人就是流失，就是流失了。其实一般小厂的话哈，都会面临跟我相同的问题的，除非他一直以来都有跟得上，包括他的软硬体都有跟得上。如果他的软硬体只要没有跟得上，有些都是蛮盲目的维修。维修的时阵，黄瑞义为着要替人客找到品质好、价钱合理的零件来替换，伊拢会先打电话去问价钱。若是店家无法度马上送货，伊嘛会家己骑脚踏车去摕。虽然爱加开一寡时间，啊，毋过伊认为这就是服务。哎，大家好，我系马坤尼啊。哎哦，对不起，都拿错了哈，谢谢。好好，哎，欢迎啊！我大家提卡片等哈，谢谢。货车的照后镜，我咧好个啦哈。三颗螺丝。趁钱拢其次啦，像我师姐常常讲，长年哦要趁钱哦难。哎呀，咱就想讲，这个还好的啊，还可以让客人用啊，哦啊，或者是啊，无我帮你去先买去倒位买啥物件会当较俗安尼。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我花了很多时间，然后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。我会为了成就一件事情。花再多的时间，我都愿意。就是我求的是圆满。我家己感觉讲，我做个满意。客人觉得没有进来，我们都比较早吃饭了。我们没有限定说哦，一定几点才吃饭，因为。客人方面有时候时代在进步，这个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跟上，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的事。主要是基本的开销啦，师傅的薪水啦，一些基本的开销这样子的。
开一个店，基本开销都要了，一天下来几千块的开销都是要的。不管你有生意没生意，那个基本的开销都是固定的。反正吃素用不多啦，对吧？吃又很简单，就不要一直在意这些问题。难过关关过，都是 OK 的，不会没有什么太忙的啦。高兴做的都不会忙。哎呀，做瓷器没有想那么多了啦，影响到瓷器，影响到生意。做瓷器以后都把那个已经丢到后脑去了啦，都不去想那些了。对啊，哪有想那么多了？安尼都拢做瓷器做到破功啊。每礼拜三是社区做环保时间，黄瑞义甲店的师傅吴万宏会负责去再回收。师傅吴万宏已经伫个店的做工课做二十几年啊，伫个黄瑞义的牵引，即马嘛是做侪几工。他是前年嘛，前年才受证啊。嗯，他一直都蛮配合的，一直当幕后了。嗯，这个点能够这么越来越蓬勃发展哦，真的都亏他。还有闲得做啊，反正还佫有法度做，有闲做啊，还有加减忙做。一般都是清洁人员他。没有想要拿去卖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来付出的机会。如果他们要拿去卖，我们不会去跟他硬性竞争啊。荣升为堆叠达人，他因为一直有在环保这部就是上车堆叠货品的那个经验啊，已经造就他。一身本领了，堆叠的本领。拜三啊，你拜三是讲一般来讲是爱上班嘛，我无上班，我就是做环保啊。这安尼一定偌久啊？我家己嘛唔知，十几年啊吧。哦。嘿啊，阮头家开始做，我就对做。啊，大家就是斗阵下来就斗阵久啊。师傅好，大家好。哦，小心哦。嘿，因为会怕塞住人家的车道。啊，刚记得后边刚冻着啊。无呀，好，好。我去那个啊，好，谢谢，好了，好。回收的范围主要是上山区的中仑附近，这街仔路大部分拢较矮，车嘛真侪，再加上有几个回收店爱收，要安怎样才会当有效率的完成，都是一个考验。好佳哉，伊已经真有经验，一到定点。就看到因就有默契，伫分工接力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哈、啊，对不起。开始是真的没有两个，很困难。很难做，哎，真的很难做，还要一个很会堆叠的。谢谢哦。有些人也会常常讲说啊，你是不是就难讲坦开哈？但是其实有时候不是坦开，就是说难讲闲话难讲，难讲知足常乐。有时候好像这句话只是挂在嘴上哈，
都没有实际上落实在自己生活上。啊，有，其实像现在我们都吃，已经吃素了哈，然后其实那个需求哈会慢慢的降低哈，啊也不会有太多的欲望，啊欲望越少，你的花费也会越少，不会那么多，所以说，那个满足感也会更增加了，所以说不会说在意说那个要赚多少钱的。黄瑞义的修理车工厂，拜三是休困日，即天伊就变成社区做分类回收的所在。我的车有在不要推流安奈？对行人啊，对车辆的阻碍会最少。啊，因为我们里面还有空间，我们就尽量挪到里面来。利益人群之前哦，要先不要阻碍别人。这边是松山区，松山区的空间有限，你看都是盖房子盖满了，所以你要找个比较大的。小空间来利用大我常常说我们虽然小小的，我们可以做三个那个可以用啊，事业啊，置业啊，家业三合一所以发挥到完了一个房子的功能呢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修车的那个顶高机嘛，哈，像这样子的顶高机撑起来的，所以降下来他们有一个高度啊，所以再让他们这样坐这个小椅子哈，就比较高啊，坐起来啊，这个膝盖就比较不会说哦逼着很矮这样，所以这样坐起来就比较舒服，所以这个就是老人区，就是清安区，叫他们脚这样放着，所以这样。坐起来比较跟膝盖比较平均啊呢，啊坐久了比较不会不舒服。刚开始那个规模没有那么大的时候，当然是影响不大。啊，规模越来越大以后就会有影响。那影响就是那当然就是。内心里面会交战，啊，我最感恩就是我家师姐，她不会说啊，给他那么羞耻哦，就是在你耳根里面、耳根旁边这样一直，因为这个问题而一直跟你在耳提面命呢，一直跟你讲，她可能她比我更放下，就是说，不赚钱的这件事情，她比我更放下，就是说。男孩子最怕说你人在耳根了，那只知道是一直每天都讲同样的一个问题，那对我来讲会有压力、啊。那既然他这么可以放得开的话，那我就不会变成无后顾之忧。如果真的要讲这张，真的是我是，相当于是一个，只是代表人物，实际上找到的真的不是我，是你有一位师姐，还有我们家的，万宏师兄。当初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师兄啊，就是说在一个。类似牛皮纸袋，实际上的包装，他现在已经，我们当初在询问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很清楚，很清楚，都是只是纸袋，是不是牛皮纸袋都不知道，啊，他就拿出来啊，很诧异说，今麦这诈骗集团那这厉害啊，这钱我都做到这金啦，然后他想说有三股嘛，就是说，
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十三股呢，哦，是他经过他讲述，然后他说啊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你看这诈骗集团有够厉害，起码哦，按这个这里这个好安尼吼。然后一般的2000块，我们也很少去看到，所以说对他的认识也很少，啊，然后就那个，后来他就看一看，反正是假钞嘛，就好在他没有丢在渣子箱，他是丢在色纸箱，哦，后来的询问都是这样子，都丢在色纸箱，所以说我们后来才有时间去把他那一部车子拦下来，再把他找回来。为了要找那40万，真的花了半天的时间以上，安尼十几个安尼坐在这里，安尼一直慢直飘，怕漏掉。我们原来就怕它散掉一张一张的，对不对？一张就2000块呢，啊，你那一车没有卖多少钱呢，顶多6000块至8000块那一车啊，啊，你说只要几张就够了。所以好事真的很多磨，不是那么容易捡。你看，拦回来车子哈，晚上停在我们这边，早上好师姐他们师兄啊，都总共应该16个左右，16、17个。你看一个人坐一个位置，怕漏死掉，怕那个纸哦断掉，怕散掉，哦，赶快大家小心，一张一张的，安尼怕这样子再剪呢。其实能够把这件事情圆满，你看哦，在这个就是车在车子上面，在车子上面飘的，在车子上面飘的师兄归在车子上面飘的师兄，在下面的师姐归下面师姐，因为这搬来就挡了。他说：“这车上就没有给师姐来，就师兄的。”伊都无顾虑，无顾讲做生意，他做这较要紧的。安尼，头家娘安尼，去一边嘛，你做，反正有人来就欢喜安尼啦。那有人来这，甲倒迄就欢喜安尼啦，足欢喜安尼。伊个人关节都安尼啦。就从我旁边过，他特意去讲给我听。他说跟我说，修车不修车，跟人家做什么环保，不务正业。他就是这样讲，玩我一笑啊，玩我一笑，毕竟是我们自己怀疑者，怀疑者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么多。你想那么多，可能你有可能，自爱难行，很难继续走下去。现在来修理车的人客，大部分都是老主顾，但是黄瑞义做工课同样很认真，靠他30几年的经验，实实在在解决每一台车的问题，让人客最好的服务。不过若是问到生理的好坏，黄瑞义总是说不用问一天要赚多少钱，一切随缘就好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走走，来，请往前进进，请往前进进，往前进进，全部塞在一起哦。哎，进进，转中小心。谢谢，跟上来，进进。好，请往前进进，谢谢。哎，请跟上，进进，谢谢。